吃饭了？这么不讲究，告诉你，你饿了，你先选。哼，还做记号？被我猜穿了吧？哟，你这点小伎俩，在我面前炫。笑卡。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？哎呀，好大的鸭巴掌，难怪比。凉拌粉跟这个蛋炒饭，对，先选这蛋炒饭有两个的，傻子都会选它吗？我获选的没亲你啊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好的路啊。为了公平起见，今天你先选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，可以留的，不符合我气质。这个没有皮实，拿不稳。这个鸡腿好久没吃了。不是先生鸡腿吗？这不是鸡腿吗？嘿嘿，我选河里油的。果然是河里油的。每次我都选最后，那我没得选了。大王啊！论吃香，应该你先选。按照牌面这个情况，这个白菜他输了，我不喜欢。腊肉也多弄点嘛，不能怎么吃啊？这个再一想嘛，我肯定选它。嘿嘿，大龙虾。啊，这么小，做人不要看表面。
这个肉扔给男哥吃。喂，人暗藏玄机哟！接力，接力，接力！没见过兄弟。 这是啥？救命！这是怎么字吗？这是什么？你们谁先选？老爷子，我先选。好刺激！肉呢？人心不足蛇吞象。 能不能看表面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不是。干啥？别说。 三三，吃啥不三？ 真香啊！哈，辣！ 你是吗？哎呀！想到怎么吃吗？辫子吗？我先选。啊！搞错了。嘿嘿嘿，红烧大辣椒。 这辣椒你顶辣我了！我这边，我这边，哦喂，嘿嘿，不要说你认识我，你完全是你。 爸爸，炸！油都没有。四点四分，姐姐你。